各位老师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 Fabulous Angels Fashion Fever 的游戏影片。那最近刚好在忙一些事情，所以没什么拍摄。这一次要从31到37的部分，中间会卡个33跟36的挑战。那上一次我看一下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有点忘记上一章在讲什么，总之没有记错啊，他们现在要飞到里约去了。那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有一位中途退出，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好像是有关女主角她没有履行她的约定之类的，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个是跟那个男 model 发生一些暧昧关系啊。他这一次从31到37，不知道具体会怎么样发展就是了。总之不管怎么样，开始吧。现在350就买，先买老鼠了，没什么好买的，说真的。那既然才三个，那我干脆每个都拿吧。有一个礼拜快没有玩这个，结果手有点残残的。
不过真的，这让我怀疑他到底是靠实力还是靠……真的是，哎，有些人明明有本事，还要靠搞这些小动作，真的受不了。现在有四个左右，我本来以为没办法三星的，还好过。我没想到那个人居然还这么恶，居然更小心眼的，真的是女生之间真的是好恐怖啊！好，那再来是挑战部分，应该有一样要设计衣服的，来再看看这是要挑选什么样衣服？哎，没有要挑选啊，好吧？哦，对啊，没错，嗯。这个彩虹它已经穿上去了，感觉有点无味啊，来点诡异的好了。虽然说我知道不管你怎么选，最后的走向应该是都差不多了，不过还是玩玩看吧。
OK。八件裁缝速度有买有差。一次性给每位原模特什么啊？哦，简单说，一次给他们需要的就对，不要分开就对了，好吧？了解。不得不说，女主角其实还蛮有，不知道怎么讲，蛮，算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啊，挑战不小心，哎，奇怪，我刚明有点那个包包的时候，算了，这我私下再去解吧。
奇怪，他不是借给人家吗？怎么会说他找不到呢？脑袋有问题哦。啊，还有鸟羽毛，刚刚好像有点累，等一下。
没想到其实这个主办的还蛮黑的，我不得不说。比我想象中还蛮黑的。好，来到第37关了。那很明显，其实那 model 其实对主角有点动情啊。那但是因为他处理很明显的说，他的权力大到说可以怎样玩弄就玩弄啊。其实，哎，看了也蛮摇头的。
Beautiful.找不到老鼠算了。好，那感觉上这五个剧情其实没有太多在讲什么了，主要目标是说女主角和 model 其实之间的暧昧情节，还有朱莉她手上握的拳也是，以及还有那个小团体这件事。感觉这部分里约的部分，它剧情的进展并没有太多，没有说像东京那样子说有很多的转折性啊。那或许后面的38到45的时候，应该会稍微比较加快一点脚步了。那游戏影片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。那下次就是38到45，哇靠，全部要玩完，其中三个安插了三个挑战部分。这样子离90快，我见没错没错，那也蛮快的。那基本上我觉得都前面的铺陈还算 OK， 可是到中间开始有点在拖泥带水了。不过毕竟这是他们早期的作品啊，所以有些建议可能，虽然说有些建议我还是会写信给他们知道的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